那请给你买个衣裳，你咋不要呀？我要他买的那，那他买的跟我买的有啥区别？那有区别，那有啥区别？他买的就是我买的，我又没养人养，我也没生人养。你呀，现在是你儿媳妇，他不一样中的。你不要，你给我试穿人家人。哦，你咱现在因为啥？因为啥钱妈不愿意？不是因为我不挣钱吗？你不配合。你要是你买的，那我怎么不应该？他就是我买的，我生你了，我养你了，我应该。那人跟那儿媳妇还不一样吗？下属他都不一样。你别的很。试穿价是别动，我不给你了这个衣服。来姐妹们，咱们来看一下啊，你看爸穿，你笑笑中不中？你做广告的，你笑笑中不中吧？我笑不笑咋着？这穿好看到了吗？又咋弄？那老头也不配合。来，咱看看，姐妹们看看穿在身上效果怎么样？你不用拉那紧，你知道吧？你拉紧了不好看。来，再来看一下哈，随便穿就非常非常 OK。首先这个面料哈是这种非常非常滑的，你知道吧？就穿在身上，这个面料是超级超级棒的，丝滑，啊、肉软，穿得带劲，穿得带劲，是，说的不好听，带劲的可以，带劲吧？没有一点舒服感，就是那儿媳妇给你买的，那也带劲，是不是？儿媳妇买更带劲，你知道吧？作为儿媳妇一定要去给爸爸买，他不穿他不要你也得给他买。来，再看一下里边哈，里边这个内衬你看看啊，内衬是超级超级棒的，超级超级大的。然后再来看整体的一个设计啊，这里有一个什么老爷车的，这个它是老爷车的一个正品啊，这里有个它的 logo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吊牌啊，吊牌这里全部都有这种防伪标志，而且还是老爷车的正品。再来看看是不是，所以说非常非常好，在线下的价格咱们就不用提了，在咱们这里哈只需要69.99给你包邮，而且还有运费到家。姐妹们，来再脱下来看看吧，不要你要了。来，姐妹们再看看里边，你看里边这个小表是不是超级超级棒？再来看看这个哈，整体它也有这个拉链的一个设计，就是你平时装个眼啊，或者说装个手机、装个钥匙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。里边也有这种小兜兜的这个设计哈，特别特别的好用哈。再来看看它整体的这个袖口的这个设计啊，袖口都有这种就是微弹的这种设计哈，平时你想往上一捋也是非常非常 OK 的。做工足线是超级超级棒的，本来都说是品牌的嘛，所以说啊这个价格是超级超级划算，69.99值不值？是。那儿媳妇会买东西不？会啊，溜了吧，我要再来送再送不掉，是不是？你就说你买的多好听呢，他就是他给你买的。穿吧哈，哎，别弄了，走，咱走，给俺爸来这个哈，没有给恁爸爸买的，抓紧时间给恁爸爸买哈，走，溜了吧哈。